感谢感谢。哎，孟凡贵，哎，观众这么热情，今天正是纪念你师爷八十诞辰的日子，哎，我请你喝点酒，会喝吗？会喝。喝酒，咱们喝一回。咱们就这么干喝。别干喝，怎么也得来点菜呀、啊、来菜也没意思。那没意思，咱们说回酒令，你看怎么样？酒令啊，说酒令啊，会说酒令。好，我太会说酒令了。哦，你像什么这个划拳行令，嗯，击鼓传花、哦、老虎机杠子虫，嚯，我全会啊、嗯、就连那个日本拳我都会，就那个固死贼贼啪死贼一硬贼我全会。还没喝了就这样了，咱不这么着。酒令什么酒令？咱们说酒令，一年不是十二个月吗？啊，咱找十二个节，十二个节日，找出这节来，观众得公认。要是十二个月，这个单月得找什么节？单月单日子。要双月？双月就双日子。哦，找出节来大家公认，找对了这叫正令，敬酒三杯。要找错了呢？找错了那叫乱令，罚酒三杯。这么整啊？找节日，这玩意儿我这反应有点慢。怎么？我跟您商量商量，我不找人帮忙行吗？找人帮忙啊？行。咱们天津有学问人，就是苏文茂苏老师。嗯，苏先生苏批三国，多有学问，现在正演三国，苏先生批的三国绝了。哦，我请苏先生帮忙。行，帮我酒令可以吗？您说可以可以可以。行，我请苏先生。这不是这个是谁欺负你了吗？没有欺负我的。就是有人要请咱们喝酒。哦，这可是好事儿。哎，很欢迎欢迎。他这喝酒啊，啊，他是不白喝。哦，他要跟咱们行酒令，说酒令。哎，这咱行啊。我您有学问呢。就是啊，我想请您帮忙。你说说什么酒令，我全能说。真的？你问他说什么？他这说这酒令啊，啊，是说一年十二个月，嗯嗯，找出十二个节日来。那有什么新鲜的？一年十二个月找十二个节啊？你告诉他，我能找二十四个节。我们能找二十四个节。二十四个？哎，什么节？什么节？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呵，二十，我们您听听，我们找二十四个节。什么节呀、啊？立春小暑谷雨。行，你没听明白啊？我说是一年十二个月，咱要找十二个节，就是大家都过的这节。你刚才说那立春月，那叫节气，那是农民种地耕种除刨用的那节气。他说这是节气。哦，那他说找节日，让他给举个例子。您给我们举个例子。给你举个例子啊，正月就是一月了。对，正月初一，什么节？春节。大家都公认这春节，哦，就找这找这节，哎，找这找这节，这行。不是一个人占单月，一人占双月吗？对，是啊。你问问他，谁占单月，谁占双月？谁占单月，谁占双月？随你便，随你们挑，好不好？他说随咱们挑，这可就好办了。怎么好办？随咱们挑啊！啊，一定是单月先说呀，让他占单月，咱们占双月。是单月先说吗？单月先说。单月先说，咱们让他占单月。我们商量好了，嗯，让他占单月行吗？当然行啊。怎么行？他占单月，他说个样子，咱们是照猫画虎，咱不就省事儿了吗？对不对？哎，我们让您占单月，我占单月。哎，行，这点你放心啊。咱们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人机灵。那当然了，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就是，对，让他占单月，咱占双月。您占单月，我们占双月。对，行，打酒去，打酒去吧。不用打酒，我带酒来了。带酒来了。我们有酒官。哪儿呢？请酒上。来了。啊。这看了吗？这就是酒。哎，他说这就是酒。哎，胖子，等。别碰啊！这球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离远点啊！不是，宋先生，他说那是酒，这就是酒。哎，
这你问问他这怎么喝呀？小孩玩具这怎么喝呀？这怎么喝呀？拿脑袋喝。他说拿脑袋喝。拿脑袋喝啊？哎呀，这我可不明白。您怎么？那么拿脑袋怎么个喝法呢？你问问他。那么拿脑袋怎么个喝法呢？你过来尝尝，给他问他怎么喝。不明白啊？不明白。告诉你，就这么喝。行，他说就这么喝。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好好好，这喝的不错，挺好挺好挺好。哎，这个不过我还有点不明白。您怎么不明白？他占单月，咱占双月。他单月单日子找出节来了，这节大家也公认也有这个节。这叫什么政令啊？这个你问他，这个敬酒三杯怎么个敬法，你问问他。我问问他。对对对对对，问他。这个单月单日，对，我们要找上来了啊啊，这算政令。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对对对，那么这敬法是怎么个敬法呢？不明白，不明白。来，给他敬回酒，告诉他啊，告诉你怎么敬法啊，就这么个敬法。三杯，他说就这么个敬法。哎，这我还有点不明白。您比如说呀，啊，咱们双月找出来单日子，或者单月找出双日子来了，嗯，这找乱了，这怎么办？你问问他怎么办。这个双月找出单日子，单月找出双日子，这个乱令怎么办？罚酒三杯。他说罚酒三杯。罚酒，哎呀，这我又不明白了。那么这罚酒怎么个罚法呢？那么这罚酒怎么个罚法呢？过来给他罚。过来告诉你啊，就这么个罚法。就这么个罚法。哎，我还不明白。我明白了。上了还没说什么，我先来七杯这点。行行行行，不错不错。行行，他们站单院，他们站单院，让他们先说。那你们先说，我们是站单院了啊。啊，正月，正月就是一月。对，几号？十五。十五。嗯，什么节？什么节？元宵节。他说元宵节正月十五有吗？有。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哦，不是有这么一个歌吗？哪歌？绣金匾，听过吗？就是那个。正月里闹元宵啊，金匾绣开。哎，对对，这节有。问他怎么办？有怎么办？敬酒三杯。哎，这矫情在这，他不让敬酒，你这叫什么事儿？这真的，你这怎么？这个咱们说的很清楚啊。没错，咱谁也不许矫情。没矫情。哎，你找上来了，这节有啊。对啊，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为什么不让我敬你呢？就是，不是不让我。你没听清楚，怎么着？这节是我们找上来的，得向你们敬酒。哦。这节嘛，你找上来了，哎，可喜可贺，敬酒敬我们，敬你们，这酒我们喝，你们喝。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那我们喝。这回谁喝？你们喝，我们喝啊，喝去。不是他这，我告诉你，这个咱不能跟他矫情啊，咱要一矫情的话，待会儿咱找上来他也不喝呀，对不对？咱先喝怕什么呀，对不对？来来来，那咱们大哥，这点你放心，咱们俩人怎么也比他们俩人机灵。那当然，他们俩人闹不过咱俩人去，对不对？对对，来来，咱喝。好，我们喝，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哎，好，齐，该你们的二月了，该咱们，我们是二月，二月，二月几号？二月初二，二月初二。什么节？什么节？龙抬头。龙抬头。我问你什么节？什么节？抬头节。抬头节。没有。哎，他说没有。没有啊？没有。问他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乱令罚酒三杯。罚他。罚罚。哎，罚你别拿酒面过来。不是不是，你这人你可矫情啊！咱这。这个刚才我们可喝了，对啊，我们没说什么吧？怎么样？那么这回我们没找上来，啊，那你怎么不喝啊？你们乱令了，得罚你们酒啊！
哦，我们说乱了罚我们啊，这酒我们喝。对，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呢，那我们喝。哎，这回谁喝？你们喝，我们喝。哎，喝去。不是你这酒人我知道，对不对？喝没事儿。我看不管怎么着，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们俩人机灵，他们俩人闹不过咱俩人，就喝酒。来来来，好，带的不错，罚酒，罚酒三杯。该我们三月了，三月，三月，三月十一，三月十一什么节？什么节？寒食节，寒食。哎，三月十一寒食节有吗？有，寒食节嘛？有吗？有，那个火烧绵山啊，这个纪念介之崔，嗯，他不是死在绵山吗？这时候老百姓呢，那么为了纪念他，那么在这个清明前三天呢，全不吃热食，不动烟火，故此叫寒食节，吃凉的。对对对，有有有，问他怎么办？有我就喝酒吧，这怎么办？来来来，我问问你，这酒怎么样啊？喝着，酒倒是不错啊，就是有点上脑袋。行行行，这回该咱们整，该我们了啊！哎哎，咱们是四月，四月，嗯，四月二十八，四月二十八什么节？什么节？乱穿纱，乱穿纱，我问你什么节？就是什么节？穿纱节，穿纱节，没这节，没有。他说没有，没有，没有。问他怎么办？没有，喝酒。该我们五月了。哎，五月，五月初五什么节？端阳节。五月初五端阳节有吗？有。五月初五端阳节又叫端午节啊，吃粽子纪念屈原。对，端午节门前插艾蒿。有有有有，问的怎么办？问还得喝吧。这是不是我商量商量，该你们六。待会儿咱再喝的时候咱换点低度的好不好？低度的喝着不过瘾。哎，这就这挺好，这好啊。赶紧六月，赶紧六月、嗯、我跟您说，苏先生，咱可都喝了五个月了，眼瞧都半年了，您多费点心好不好？我感觉这个后半年呢啊，全让他们喝了，全让他们喝了。那当然了，咱有这能耐。行，您多费心。六月六月初六，六月初六什么节？什么节？六月六看古秀。六月六看古秀。我问你什么节？什么节？古秀节。古秀节啊，没有。这怎么没有？不，还有这么一个民谣嘛，歌谣啊。对对对，什么什么歌谣？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规律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这叫有账，我们还有一歌谣呢。什么歌谣？这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什么乱七八糟？他这儿愣惯呢。哎，你问他有没有？我还问什么？我都喝完了，这个。行，我问什么呀？该七月，我们是七月了。七月，七月初七什么节？七巧节。七巧有吗？这个你问什么？七巧节。七巧节啊，有。您说我请这叫什么叫知道呢？我告诉你，七巧节有啊。有吗？天上牛郎会织女，七巧节嘛。有有有有有。喝酒，喝酒，再喝一回。该你们八月，八月，苏先生，我托付您了，行吗？我告诉你，这节他准得喝酒。您说，八月，八月初十，八月初十，什么节？什么节？我的生日。外边溜达溜达，像话不像话？像话不像？我看你、啊，不是你俩打的伙儿说说，我请这叫什么朋友？您说这是？啊，给我找这节，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插，六月六看我就到八月他生日。您说这个，还是这样？有您这样吗？我看你，不管怎么说呀，他们俩人不如咱俩人机灵。
他们俩人闹不过咱俩人去，知道吗？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仨去。喝酒，喝什么酒？我不用您了啊，这回我自己找。八月、九月、十月，咱都不说了啊，不说了。什么意思？我这回直接我找十二月，十二月三十号，除夕，除夕节，朋友们有没有？有啊。喝酒，你先吃东西，喝酒没关系，喝几杯？喝几杯？啊，三杯。我喝两杯。你干嘛喝两杯？你这给蹲洒了一杯。两杯也得喝。我还喝一杯。你喝一杯？你这给碰洒了一杯。一杯也得喝。一杯也得喝。哎，那我怎么喝？我怎么喝？你怎么喝？你怎么喝呀？我就这么喝的。我一杯也不喝了。对，怎么呢？你替我喝了。我呀。